叶总，这件衣服简直就是为您量身定做，啊，真是太漂亮了。你也要买这套衣服？就要这件了，帮我包起来吧，谢谢。好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叶总，你刚刚跟我说什么来着？叶总。我觉得这件衣服你穿啊，比他好看多了。可是他已经先买了呀。那世界这么大，你们两个又不可能去同一个场合，咱们就各买各的呗。算了，我不要了。怎么样，今天这件差一点就让别人买走了，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劲才抢到的。好看吗？这还有人会抢啊？这跟宴会上李斌小姐穿的衣服有什么不一样的？你这是什么眼光啊？这个叫做透视装，是今年大热的流行趋势，懂不懂时尚？对了，我帮你挑一件。为什么呀？这件哪里不好啊？我可是在节约的标准下挑中的。再说了，是我穿，又不是你穿。你喜欢你自己买单，但现在是我买。原来是在网上买啊，我还以为你会陪我逛商场去呢。哎，网络货源多，尺码全，还可以分类搜寻。我觉得你是需要享受一下科技带来的方便。可是这完全没有购物的感觉啊！如果去商场买的话，会有漂亮的导购小姐姐陪我试衣服，还可以和我分享搭配的经验，然后走累了呢，还能去休息室吃甜点，这多有真实感嘛！这对着电脑屏幕多无聊啊。你的目标到底是购物还是聊天吃甜点？你所谓的享受在我看来只是浪费时间。如果真实购物是浪费时间的话，那干什么不算是浪费时间啊？工作。我可不想跟你一样当个无趣的工作狂。工作狂，你不会就这么的过完你这一辈子吧。好了，你就在这个品牌目录里面选一件。不是吧你买衣服还要给我划分范围啊？要还是不要？要。哎，你记住你保证的事情。果然女神的选择都是一样的，不过你们两个穿一样的衣服，一个高贵优雅，一个清新自然，各有千秋哦。不过严总今天出现在这儿，我倒是挺意外的。严总平时不是不太喜欢参加这样的场合吗？也没有什么，人有时候会难免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。严总、李总，欢迎你们。你好，乔纳森。没想到你们俩一起来。好，那我们进去吧。里面请。